说猫是老虎的师傅，咱们今天就在这儿画一只老虎，然后看看那个猫看到老虎会有什么反应。现在画一下，先把头画出来，画大腿。好深。好，现在看看细节。 现在我们用橘色的粉笔把这个老虎给它画一遍，这样它颜色就比较均匀了。看，用手抹一下，那这块就比较均匀。 现在把猫带过来，看看猫看到这个老虎啊，会不会害怕。